对话一下。帮助你们发表一个重大演说。凿子，哇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鬼任务？喵咪斗龙是我们一个不成功变成的作品。这该不会是有点彩蛋的感觉吧？好，那我们先看下一个。这里。已经过了11年。7年，过了7年，这里经历了不少，失去了一些东西，像漏电一样重要的是，我们得到了更多。团队现在有坚强的8人。没了。白纸拿出来。由衷的感谢。致我们不懈的主要喵咪英雄，怎么都没有的帽子，宝箱，碎。解放什么的力量，